作为沃尔沃的经销商，我首先啊是一个沃尔沃环保核心价值观的受益者，做了沃尔沃建筑设备15年多，这个沃尔沃这个节能、省油、高可靠性，已经整个在市场上体现出来了，也因此呢给我们作为经销商，形成了很大的竞争力，也是能够我们在市场上立足、快速发展的这个核心价值啊，核心竞争力。另外呢，这个作为整个价值链的一个环节，我们是跟市场端、跟用户接触最多的。我们既要把沃尔沃的这个理念和产品推广给市场、推广给用户，我们也在为客户服务。那么也整个过程中间也秉承了沃尔沃这种环保。对社会负责任的，所以我们从公司的建设，整个对客户的这个服务工作，以及我们公司自身的循环再利用、再制造这方面呢，也投入很多。在最近几年的发展过程中间，也显现出了我们这样企业的生命力和我们这样品牌的生命力。所以在此呢，我也特别感谢沃尔沃这样的品牌，更感谢今天这样的这个活动哈，能够对整个市场、对用户做教育，更有利于我们未来的健康发展。谢谢。